Zimon leje kengkang sa, zomie kenyi luaran lazi pa gasih ha, ngah luade ye, ngah ne zoye. Guru tua, nota kesi pa yang, bau cuten jata, ye macina, ngah ti diri ke luade lagi ta. Guru tua, ngah ti seri ke luogun jene, diri ke nude zola, luju sisi. Tangmu soya, ganian jembi zong. 对恰，汤姆·索亚历险记上。汤姆·索亚是美国圣彼得斯堡小镇上一个淘气的机灵鬼儿，他父母早亡，随姨妈生活，而姨妈却管不住他。他不是那种听话本分的乖宝宝，他是镇上的孩子头，带他们玩打仗、搞恶作剧，喜欢马戏。 会拿大顶，好幻想，想当兵或当牛仔。他在小伙伴眼中无所不能。最近，他又萌生了当海盗的念头。汤姆有几个朋友：乔奇、班恩、吉姆，但最和他臭味相投的是镇上那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哈克。哈克的父亲是个酒鬼，从不管他。 他就成了个无依无靠、游手好闲的野孩子。汤姆·索亚呢？阿吉圣彼得堡中大丁个兄弟两边扎起来了，可以怕吗？阿姆尼这边阿斯多尼姆的粗瓦肉医院，俺用阿斯也可能弄不得，可能可能亲自先看见西班牙人扎起门了，可能中大丁个西边家不一样，可昨天呢家里在办东。 格里他抓嘴巴，小嘴上着起了东上军的了岗位，毛鞋一动，笼子鞋拿上也，可容逐步去三五拿，鞋没他把没了，年家，看落了，草脚鞋底上这些，他们了逐步俺约的，瞧起动，办案，绝门记者，应用，可动年纪轻的人把的，中大定个，此只桥边，中枪西吧，哈可也，哈可也阿爸呢。 穷家一边，南永过来倒霉些，可容电视看啥没别，相对来要急，西巴倒霉得急。个人的拉点差劲，俺去他年三八开学，用大这些，臭味相投，年纪近藤，游手好闲，相对来要，汤姆。 有几个朋友，乔奇、班恩、吉姆，但最和他臭味相投的是镇上那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哈克。哈克的父亲是个酒鬼，从不管他，他就成了个无依无靠、游手好闲的野孩子。汤姆拉主播干爷的乔奇东、班恩、吉姆吉爷。 应用，可当年纪轻的人把的中大定个此地桥边中枪西巴，哈可也，哈可也阿爸呢穷家一样边，能用可拉倒么些？可让电视看啥没边，相对来要见西巴倒么的见？当俺今年的他年这些过来记得，他年这些。词语解释。 臭味相投，臭味相投就是指彼此的思想作风、兴趣等相同，很合得来，常作贬义使用。年纪金藤一般呢，平常在三次段，感受金藤一般的。
游手好闲。游手好闲就是描述一个人游荡懒散，不愿意参加劳动的状态。相对来有几般呢，来干来就没干心，小步倒倒来人看了过。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汤姆·索亚历险记是美国著名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发表于1876年。汤姆·索亚历险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普通小镇上。主人公汤姆·索亚天真活泼，敢于探险，追求自由，不堪忍受束缚个性枯燥乏味的生活，幻想干一番英雄事业。小说的时代在南北战争前，写的虽是圣彼得堡小镇，但该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美国社会的缩影。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对美国虚伪庸俗的社会习俗、伪善的宗教仪式和刻板陈腐的学校教育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少年儿童自由活泼的心灵。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其浓厚的深具地方特色的幽默，对人物敏锐观察，一跃成为最伟大的儿童文化作品，也是一首美国黄金时代的田园牧歌。安静娘的他念沙巴的作下用这些臭味相投，年纪金腾，游手好闲。相对来说，汤姆有几个朋友，乔奇、班恩、吉姆，但最和他臭味相投的是镇上那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哈克。哈克的父亲是个酒鬼，从不管他，他就成了个无依无靠、游手好闲的野孩子。汤姆来逐步爱一点乔奇党、班恩、吉姆几个，应用可当年纪金腾样把的，中大定格侧点桥比中枪西板，哈可以，哈可以阿帕呢穷家一样比，能用可拉多么些，可让电视开上面比，相对来有些西板多么的些。老主厨，切记点零个努的粗马写一寻。答案是巨星了啊。老主座，我个建议呢，现在来有一笔他年的工资。A. 游手好闲。连地所。年轻的建筑不错，但俺今年的第二个农村路段永下经典啊。汤姆·索亚是美国圣彼得斯堡小镇上一个淘气的机灵鬼，他父母早亡，随姨妈生活，而姨妈却管不住他。他不是那种听话本分的乖宝宝。他是镇上的孩子头，带他们玩打仗、搞恶作剧，喜欢马戏，会拿大饼，好幻想，想当兵或当牛仔。他在小伙伴眼中无所不能，最近他又萌生了当海盗的念头。汤姆有几个朋友，乔奇、班恩、吉姆，但最和他臭味相投的是镇上那个脏兮兮的流浪儿哈克。哈克的父亲是个酒鬼，从不管他，他就成了个无依无靠、游手好闲的野孩子。老主厨，第二个老者草木的人就建议，他出马 demo 去 demo。